种意境心欲闻具足道，内心求道法立行中啊，以道成人如说修行，当地是为求修道行，咱都是爱了解啦。大家人真正的恭敬的心，合掌啊，恭敬，就是啊，敢那一项姿态，姿态呢，佛陀啊，会当开始开启了伊佛内心所保护着这个。最真实法，这是现在人人所期待，也是舍利弗所祈求。所以看到迄个当场啊，人人求法的心真殷切，所以合掌以敬心，大家人真恭敬哦。伫咧等待啦，所以啊，用合掌表示恭敬，表示恳求的态度。个恳求的呢，就是想要听听佛呢，说出了一心实相的大法，这是人人。内心求道的心哦，那希望会当发啦，会当入心啊。那心呢，会当行在道中，所以叫做发入行中。伫咧行善的中间，会起着欢喜心啊，自我不断变切。好代志都是做，做好代志就是心安理得，咱的心会真安呐、啊。自然呢，这个道理啊，都入咱的心来。其实心安理得，咱大家人常常嘛安尼讲啊，咱是不是有做到吼、哦，和咱完全心真安呢？咱心真安，有得到道理也未？咱若要心安，就是爱好好听法，甲法入心。那咱所讲的如法，所行的如法，吼，那既然呢，所做的是如法，那必定呢是行善呐，断恶啦，这呢。就是如佛陀所说法的教育，安尼伫咧行，叫做如法吼。咱的心发入心啦，自然咱所做的呢，那就是如法所行道吼。真呢，两千多年前佛所说法，两千多年后的现在。咱呢，就是爱发入心，行以道啊。所以以道成人，如说修行，这个道，咱好好家己自我行道。甚至呢，常常讲啊，菩萨救星啊，咱家己呢，那无想做菩萨。咱要安怎去求生呢？就亲像学校啊，学校要求生咯，那就是爱有老师教育啊。啊，老师安怎来教育呢？就是学生的典范。老师，你安怎教我教？我就是安怎学。老师，你的行为是安怎的行为？甲教。安尼呢，有合在一起无？老师的言教合
一啦，那就是修行呢，都如一吼，那教都爱将咱讲的话，甲咱的心行爱合一。要学的人呢，伊才会当用心来学，所以教甲行呢，一定爱合一吼。所以啊，以道成人，就是这条路安尼甲你教，就是安尼甲你牵，同齐行入安尼的路，我会到位，恁也会到位，一条的道路，那道者路也，经就是道，道就是路，那要讲经的人，就是爱。带人走路的人，吼、哦、啊，人走到位，当然咱嘛是爱到位啊。所以呢，经就是道，道就是路。这个道呢，会当头成就人人的道业，吼、哦。那同款呐，那袂。带人入道来，咱家己爱行伫这条路的面顶，这就是叫做菩萨招生啊。咱爱招人，大家人来同齐行，啊，都爱如说修行，讲的、甲行的、甲做的爱同款啊。行是要安怎修啦？伫你的身躯边每一个人啊。因都有因修行的道场，所以咱伫因修行的道场中啊，咱会当了解到因修行的方法。所以咱讲过去释迦牟尼佛呢，过去亲近一千万亿诸佛，其实咱入人群中啊。在人人心灵的道场中呢，那嘛亲近过这么多修行人心灵的道场啊，咱跟因接触，听因的经历，安怎伫咧发心？过去呢，安怎偏差错误的人生？现在呢，是安怎样悔过？悔过了后？是安怎伫咧身体流行，也有呢。哦，从开始就遮尼遮善良，开始呢，就遐尼遮发大心立大愿吼，等等啦，这呢就是咱大家人爱学吼。所以佛佛啊，伊安怎样开始讲迄个一心妙法吼？那舍利弗啊，他就讲：为是究竟法，为是所行道，佛教所行住，合掌瞻仰台。咱大家人现在心有疑啦，因为呢，过去佛陀所教育，阮以为安尼有够啦，唔知影讲现在佛陀叫阮。爱国在敬上一盏楼，叫阮爱国在立这个一心的实道吼，阮即嘛开始有心啦。啊，过去呢，啊，也阁有未来。过去阮安尼想是对啊，唔对？未来呢，阮要阁行的路有法度也无？真呢？是大家人的心境吼，请佛呢，都爱甲大家人赶紧将佛陀所赞叹的内心保护着的法，现在公开啦，详细甲大家人开示这下哦，舍利弗的困求吼，所以一个为是究竟。就是为着要爱了解这个究竟的法啦，为是所行道，阮将来爱安怎行的路吼？那佛教所行住合掌瞻仰台，
那要等待佛陀啊，法从佛陀的口中出，我会真恭敬呢，来接受佛陀给阮的教育，成长阮的慧命。意思就是安尼吼。啊，今嘛咱来讲，什么叫做为是究竟法吼？这个究竟啊，是什么法呢？那就是讲菩萨大行圆满究竟之觉。菩萨啦，伊个大行，佛陀要讲个这个一心大法，那就是讲咱爱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啦，是一个大行，所以啦，菩提大道德。大家人应该爱听咱会记哩即句话吼，菩提大道，就是讲觉悟了后，一条真正的平坦空中一大路吼，那这条大路啦，咱来身体力行，所以叫做行大行吼。菩萨就是觉悟，觉有情人呐。行在大菩提道上，安尼圆满究竟啊！真呢，这款的觉悟，咱众生啊，人人拢会当甲恁称讲菩萨啦，菩萨呢？咱现在所称呼的菩萨，就是心法义菩萨，就是咱现在有发安尼的心。开始伫咧行安尼一路，即卖现在起步也未到圆满究竟。圆满究竟呢，都是爱到个佛的境界、自觉觉他，已经呢悟到天地万物的真理，透彻，无有一点啊遗漏去，真具足圆满，这呢才叫做。圆觉，这才叫做呢究竟的法吼。这呢，就是爱经过了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呢，也搁在圆满究竟，咱啊会当到这个觉啦，那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那就是无著大觉之极位，那这个位置就是最高无上，所以才叫做无上正定正觉吼。那这种的感悟呢，是无边际的结果啦，吼，那叫做究竟法，吼，那又搁再讲菩萨，咱啊到个菩萨地，吼，真菩萨地啦。过去捌甲大家人讲过十地嘛，吼，那十地呢，到迄个法分地啊，安尼是毋是到位啊呢？阿哥阿妹吼，不过伫这个十地中啦，哎，满足方便，咱伫咧修菩萨道中欢喜地开始啦，一直到个第十地呢，这拢总爱行在方便哈，那就是圆满吼，满足方便，这方便法呢，你拢了解，就亲像讲。啊，一切都是真空啊！啊，既然真空呢，咱一个世间呐、啊，一个有啥物好执着呢？啊，明明世间都遮尼遮多，爱互咱烦恼的啊，爱互咱去成就的啊，逐天的时间呐、啊，有日光日暗的时啊，日光日暗的生活呢，都是遮尼现实啊。咱要安怎会当讲叫做真空啊？不过
佛陀就是要甲咱讲，你爱有这个妙有，所以妙有呢，世间人做世间事啦，你要安怎样呢？在这个世间啊，做人做甲真圆满，要安怎在这个世间事呢？做甲真具足，这世间事真具足啦，叫做圆满。那世间人人格啦，咱爱修干呢，无气格，这就是教咱去修。你要安怎会当无缺点？就是唔通甲人计较。那伫人间事，咱爱尽量付出。咱生活呢，无一定爱拥有偌济，是伫我诶啊。这个名下有偌济偌济的财产啊，我的厝内底有偌尼只东方好的物件啊，迄拢生活物，会当生活就好啊啦。那穿衫呢，真简单，内底补补停停，迄拢不要紧，只系外口一件衫呢，安尼穿起来补补停就好啊。那一切呢，还是会当付出付出，这呢。安尼叫做真空，无执着的咱到底拥有偌济，无有得的心，都无有失的遗憾吼。所以啊，无有得失心啦，这呢叫做真空。妙有呢，啊，你都是去完成世间呢有遮尔正多啊，不计较。的人生吼，苦难偏多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也尽量去付出。这拢总是世间的方便法，但是呢，就是修行的道路。骨卡安怎讲？佛法虽然呢是真空，但是呢，还是爱用话来讲。啊，要讲这的话呢，爱有世间的思想。无世间的思想呢，哪有出世间的道理呢？所以啊，思想就是方便啦。出世间呢，咱这念心要安怎样，让这念心会当时时平平顺顺，无得无失啊。所以无得失的心，就是无生灭相。所以咱讲遐尼久啊。现在才跟你们讲，无得失心就是无生灭相。那修行呢，到达那个顶界，那个最高的境界啦，那他就是已经呢，就灭了那个生灭，那是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就是还有生灭，这呢，我们人间啊，咱的内心啊，不断啊，就是伫咧变异生死中，那会当甲这个变异安尼熄灭落来呢？咱的心，敢唔就是真平顺呢？凡夫的变异呐，就是咱的心啊，起落不安，就是得失的心呢，烦恼多吼，这都是人间事，偏偏。就是有遮多，你袂用个无烦恼的哦吼，袂用个无烦恼吼，但是会用个无烦恼吼。烦恼甲烦恼是无同啊，烦恼是从内心不断的生生灭灭、起起落落呢，得失呢，安尼满心嘛，这呢贪嗔痴，这叫做烦恼。那么烦恼呢？虽然咱无有烦恼，无有贪嗔痴啦，确实呢，世间呐，啊，什么人会平安无？什么人呢？啊，有什么款的大风小事，这吼拢会烦恼啦，吼。所以讲起来，咱方便呐，菩萨地呢，咱要到个真菩萨地，才有法度呢，更上一层楼。教佛的境界，所以爱进菩萨地。啊，菩萨地呢，就是爱满足方便啦吼。
一念相应啊，觉心初起吼，得见心性，明究竟觉，咱哪会当就进这个菩萨地啊？啊，满足伫这个方便法吼，那人缘殊缘呀，这个一念相应，就是人甲事呢会当圆满呐。真呢，安尼相应汇合起来呢，那就是理道理圆啦。那道理圆呢，那这一念相应，觉心初起，安尼这念呢，迄、这个觉啊，那就是开始汇合，这个觉悟就开始汇合，就亲像佛陀呢，安尼修行啊。五年的禅房，六年的苦行，嘛未用的跳过了迄五年啊！五年呢，看尽了呢人间俗，看尽了呢这九十六种啦、啊、外道教的修行法啦、啊。后来呢，这用心密思啦、静思呢，到个最后迄、那个迄刹那，安尼伊的心啊！甲外面的青啊，安尼结合起来，这个一念相应，觉心初起，突然间啊，安尼规个觉悟起来啦，得见心性。那迄当阵呢，就会当回光返照，看到咱如来一性实相，咱如来本性啊，就现出来吼。所以这叫做。究竟觉，到这个时阵，才叫做究竟觉。所以你要究竟觉以前啦，就是要经过了行菩萨道吼，各位菩萨学佛啦，总是要步步踏实啦，双脚踏在啦，往前实行，唔通想讲放弃现在，真实的。人事物啦，安尼要来追求呢？吼、哦，两千多年前佛讲的话，咱爱知影，经是经千古流不变啦。咱必定爱伫这个时代呢，看这个时代道场的菩萨，所以爱人人爱多用心嘛、啊。